啊，你就是这样吗？对，你用流量的吗？是段奕璇教我的这一招。你是用流量的吗？你现在我流量全用完了，我有10个G的流量。哦、哇！可是新的，我想知道直播要多少 G。不知道哎，我也是用流量，搞不清。我们这个如果我过了500M， 我就关。不仅他是坑流量，还坑我电。我就直播一会儿会儿的，我也是，我也不准备直播很久。嗯，不准备直播很久。嗯。因为我没有那个是流量，嗯，边放还在，但是想把它挡住。谁还在？编发，我今天编的那个蝴蝶结，你看很可爱的那个。哎呦，就这个角度摆好，很好看。哭哭哭！几百兆，没有那么的少的，你们放心吧。你是一个月的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这个，我今天这个头眉毛画得很好，因为是姐姐给我画的，不是我自己画的。我看颜值。嗯，因为我用的是自己的流量。好些了。我也用的是自己的流量。然后好多了，欧尼。欧，哎，欧，欧妈。我只知道韩国那边叫欧巴桑，欧巴桑什么意思？是骂人的。哦。哦，那不是日语吧？那是韩语。是拒绝黄嘟嘟。甜甜说了什么？你看看。拒绝黄嘟嘟，拒绝黄嘟嘟。嗨。拒绝黄嘟嘟。我立马回来。我现在用的是流量。哈哈哈！因为他邀请我们，我为了都浪费都。拒绝都用钱在直播，对，因为他邀请我们来他的房间。哇，这是什么会闪耶？什么 ？PL 啊，你没见过啊 ？PL 你都不知道吗？哎呀，好土，好土，你这是个土龙。对啊，我们比较时尚，我们就知道 PL 是什么。这是亲吻的，我们两个颜色都不，这不是你的颜色，男孩。我不要。你扭亮它。甜甜，你这么喜欢我们吗？我想照亮我的脸，照亮你的头，照亮。哦，欧巴桑是阿姨的意思是吧？嗯。哦，那就不算骂人的，为什么算骂人的欧巴桑？但是不太会。但人家在外面都叫我欧巴桑。真的吗？哇，好可怜啊！拿一张纸给我们来，为亲吻，难过几秒。嗨，这是秀的衣服。亲吻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可？你怎么这么可？这个秀的衣服是我本人自己的啊，我借出来上舞台的。我借亲吻的、他借的是我在网上买的那种几十块钱很便宜的那件。那你买的是大的吗？我这一件不是，我这件其实是个外套，然后我把它扣上而已。我以前穿过的。我这个是个外套，你看我的外套挺好看的。拒绝拒绝亲玉纹。小毛贴膜，欧巴桑是老女人的意思吗？嗯嗯，毛蛋没有人叫欧巴桑，你不要不是说经常。刚刚外面有人叫我的呢，那是叫阿姨，就是欧巴桑。你才是像什么像？没有，沉迷工作很适合我。嗯，很甜甜，我有那种跟我甜甜是我们三个当中直播最心机的。因为他拿了个架子过来，然后还是这样45度，对，45度。我们两个都是平视，不行啊，粉丝送的。做的，我一直能觉得粉丝送的架子。美人鱼，这是我的粉丝。是哪个？你告诉一下我链接，请你把私信，就是那个链接私信发我。你得去问我的粉丝。大家听到了没有？心机哥，大家听到了没有？你们听到了没有？你们听到了没有？你们听到没有？我和亲吻都没有。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为什么就甜甜有？你们怎么回事？因为我之前很穷，从来没有过手机支架。说的好像我们有一样。我经常拿手的好吗？我之前直播有多惨？没有，没有，我经常拿手，你们都是放在那里的。那你还有这个？你现在有了？我们看只看现在。我跟你们说嘛，你们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都不上镜。就是因为我本人特别好看，我发现我长肌肉了。就是如果说我觉得是在屏幕面前喜欢上我的都是奇迹，都是奇迹。那我在生活中喜欢上你的也是奇迹。没有在生活中喜欢上我的特别正常，因为在生活中的我特别好看，真的。就是在生活中的我吧，比在舞台上的我好看很多。因为在舞台上呢，就是说。
实话就是属于两种类型吧，就一种是特别上进的，就是肌肉，一种是特别上进的，看我凸出来一块不上进的，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不上进的，然后多了一块肉，就是不上进的，而且有点疼，我觉得就是长肌肉了，就是跳秀跳的长肌肉了。嗯，你看我有肌肉了，所以我觉得，大家呢看到没？就是看到没？应该就是来见见我本人，可能你会爱上我。我真的觉得，你看镜头，你看这里肌肉，你眼睛好亮，很像我发的那只狗。肌肉。我特别凶，你们可以问我。而且有点疼，就是长肌肉。这边有本事素颜，我不是没有素颜过，没有没有，你现在就是素颜，对，妆都卸了，我现在不是素颜，我们现在都妆都卸了，我掰手腕，我是一个特别诚实的人，是素颜就是素颜，没素颜就没素颜，我今天化了很浓的妆啊，这个好有意思，我还擦了红色的眼影和口红，不，哦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让清文组场，谁啊？美军吧，谁？美军好像是美军耶，你进嘛？哦，对，这是他，你去。为什么我去啊？因为这个是你的房间呢。你说你最可爱耶。啊，这样子就是。你让你路线最近。你最近啊？哪有人物手绘是过来掰手腕呢？很奇怪耶。听说你们三个人直播都不卡。没有很卡，我那边就卡了呀，卡了不行啊！他在提醒我流量了。我们用的是自己的流量，你相信吗？我们用的是流那个。我他已经提醒我了，我已经超过其他地方了。你就没有让他偷占了我的脸。是你关的吗？谁会关？好搞笑，美军！哇，好高级哦！哇，这个好高级哦！干嘛？你们羡慕我有手机支架？自己买的吗？我们都没有。送的，怎么样？好，你的粉丝，我粉丝心疼我，之前用手。天哪，好好看，好假哦！谢谢我的粉丝，我爱你们，李小龙。现在的产品真的很像李小，你不要对着照嘛，我都没有眼睛了，不好看，只有你那只手机好看，我这里照后面我皮好油，没有啊，我觉得我很好看，皮很油，我被素了，你看没？美军就是那种美军是素颜美女，就是那种美军是在现实生活中把眼睛看得一般大的那种，对啊，然后其实这样看还没有我眼睛那个手机，但是他上镜眼睛居然比我大，那我从小就是以眼睛大为著名的，可是要自己就我小时候大家都叫我龙眼仔，因为很像龙眼，就是我眼睛很大啊，是啊，我如果不是近视的话，看一下我的肌肉，我可能会更大，他这个好高端哦，意思是你近视然后眼睛还缩小了，对啊，近视眼睛会缩小了，我以前更大，就是这么大。哇塞，好大哦！就很烦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第一次见我都会被我的眼睛给惊讶了。不行啊，成品工作不行啊！哎，给我充个电嘛，有没有？真的没有电，没有电，我要放在这里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我要占一个地盘。我真的是成品工作，放不下。你别挤我嘛！没有，我也没有找到你的桌子，你知道吗？没错。美军头发扎的是歪的，是美军他们说你胖了，是啊，美军就是果然我和清文之间游走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我的粉丝说我没有胖，但他在我之间游走，觉得我胖，因为自己的粉丝没有拍到，说谎，难过。我今天好不容易戴了这个发夹，啊、没有，我们很那甜甜这个心机。你干嘛？我有个手机，我也觉得他好心机，都说我心机，太高了吧？你这个也。对，而且你有个手机，我们现在矮一点吧，我们都能接受。对你这个支的太高了，真的。对，而且它然后还离得特别远，还45度角呢。对，哦哟，好专业。我要每时每刻都是。但是而且你看，我就是命中，命中。你可以用流量，你为什么不用流量？哎呀，我好难过，那个秀到底多久能够那个呀？先定一个小目标啊，就是小目标。他们说你们这有网，其实因为你们都没有用。先定一个小目标，就是进圈。听我用的是我，
但是你来了可能就不一定。因为我的今年呢，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。你现在哦，亮灯了。为什么没有灯啊？嗯，它因为一直开着，但是它就是这里光线比较好，为什么比我房间好？因为有这个灯，因为你房间夏天快到了，对，就是这个怎么了？为什么？而且你们送的房间真的是比较亮。上面什么？哎 ，B 站有了吗？根本不是我。哎，看一下。那为什么还没有动图呢？有了吗？嗯，你搜搜看。我觉得今天的就是，我很期待今天的截图。好吧，先定一个小目标。用美图直播。这是一个小目标哦，所以今天看到了一个我喜欢这种类型，我都先删删。我觉得因为太多手机生气，它太高清了，你怎么？要求不高。我还是这样给你们看吧。小小的目标。Hello。因为我今天没有，就是因为今天一直都在跳舞，这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然后就没有，就是我没有自拍的时间，不要走嘛，我想这个截图，虽然看不到脸，但是原唱的嘲笑，原唱的嘲笑，来听到我了，唱一下，哎，有两个人唱一个，两个唱，一人一句，我们选个 C 位吧，我们四个，四个秀，四个秀吗？没唱完了 ，This is to lie。好，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，啊，不该你了，啊，跟周杰做一期有不？就唱，就唱同一句嘛。嗯，我们对，我们要选的 C， 我们为了我们的舞台。我先跳错动作了，因为我什么？来来，快，太激动了，这样我会紧张的。哎，你不管，我都紧张来了。我们现在参加一个比赛，就是我们现在选了一首歌。我要先开个嗓。哦，你看，如果要选的话，选了秀。好了，秀的主唱是谁？主唱是谁？我们先选 C 吧。好 ，C 位 ，C 位是我。那我要当 rap 当什么？好吵，要过好不好？待会就到你了，快准备一下，快准备好。然后现在到我了。我要当 rap。I wanna dancing tonight， 跟着节奏一起摇摆。就唱一句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样子到你了，好不好吗？我们双喜雨到你。I want the dancing tonight， 没有那种感觉，我放弃了，自动放弃。我要当，你看不能放弃，不是我，要当 C 位对吧？如果你这样，那我投票吧，我当投票那个。就你觉得自己资质不可以当？没有，我是想当 dance， 我要当 dance part。你自己都没唱好，你还当了？那你试一下。不是我当投票，因为你没有人投票了。我要当 rap， 我自己给自己先唱一下嘛。但 rap 也可以当 C， 是不是？没有 rap 不行，就 vocal 可以。那我要唱之前没有过审的那个 rap。那你唱，没有 rap， 你已经可以 rap 了。金文想当 rap 吗？嗯，那不想，你已经没有人跟你争，没有人跟你争。我要唱之前没有过审的 rap。你唱，你唱，你快。我们已无处躲藏，继续整夜的疯狂，下一秒就要天亮，不要说话。现在那个啥意思？哇，有什么区别？区别挺大的，但是说实话，当 C 的话，一定要第一句就是让人家对经验，而且它跟 dance 有很有关啊。dance 有什么关系？不是，但是这不是 vocal 的歌，它是 dance 成分很多的。那我们要比 dance， 我们是没什么 dance 部分。我要当 dance 担当，你是你今天是 rap 担当，还有两个你们要争一下 C 位，你们要争 C 位吗？我们俩投票。那我当队长 ，leader。你当 leader， 你要代表我们发言呢。对，来，我们都会抢个名字。快，你，那我就是你们俩要争夺 C 位了，开始。没有，他们要争夺 C 位。那要看我们俩谁更适合性感。那不要看我这样子。有没有换？这个是 ins。能呀。现在是我青总在争夺秀的 C 位。我们现在在一个偶像大舞台比赛。哦。哇哇！我们要那个对头发，不对，不是让我们两投对吗？你们每人 battle 一下嘛，然后我们对选一下票，你们闭下眼睛，我们投票。我们要 battle 一下，每人唱一句，然后你们闭上眼睛，我们来选谁当 C。就是 I want the dancing tonight， 不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嘛。嗯，来吧，这一句 I want the dancing tonight。嗯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一人一句，你先唱。好。I wanna dancing tonight， 跟着节奏一起摇摆。I wanna 温度节拍。好好好，疯狂。收。谁啊？太吵了。
谁？你是谁啊？好，小苏苏君，不要开门。干嘛？锁门，锁门，锁门。他说开门，他说开门，好搞笑，不要开门。哎，我们在进行比赛呢。对对对，来来对对对，再来继续继续继续。好了，现在让你表情管理一下，知道不？好，给你45度角，我直拍。我要唱段璇的分词，怎么唱的？她的分词。你要你唱你那个野女人，快快快快快快！等一下，我要先把秀的歌词拿出来看一眼。哎，你要唱这么多句、对，我要好好表演啊！不是，争夺 C 位就是 battle， 不是，但是就只比一句啊，就只比一句，你不能对美军不利。你快点，你一下好搞笑、啊。我会唱 rap。继续职业的风光，我们一起摇摆。没有不行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能乱改词。对 rap， 你已经没有失去 rap 的位置了。真的，这个对 rap 已经是 rap 是我听不进 ，rap 担当是我。听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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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听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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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不见。是谁在角落？是谁在敲门？继续整夜的疯狂，下一秒照亮天亮。不要说话，继续敲门。美军戏好多，高飞老师。哦，我的头发。小熊，我对不起，我现在在参加比赛，我在参赛中。对，我们现在在选。我们现在在小熊 ，I'm so sorry， 我现在正在参加比赛，就是英文好棒、虽然原唱会有小猫的动作，但是如果我的话，我很有自己的那个编舞想法，真的。你说话，他现在好有 rap 的风范。我跟你讲吧，就是这种舞蹈也必须加自己的想法，我一定会。我也觉得比原跳会更有感觉，我会变成老虎。你变成老虎吗？人家装死了，人家不喜欢老虎。我觉得受这个就不应该要老虎。他不是纵欲风的，他是这种禁欲系的。他是禁欲系，你非要弄纵欲风的。I wanna dance tonight。你已经不行了，美军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已经是舞蹈担当了 ，dance。我已经是 rap。对啊，所以现在来跟我们吵。你不行，等一下我先唱一下 C 位争夺，这叫什么？那怎么唱的？那我把直拍突然忘记了，别唱，别唱都不会唱，跟我讲 C。哦，模糊金之力声音，哦哦哦，模糊金之力声音，这样的人居然跟我抢 C， 来来来，快快来，亲我的直拍，等一下，灯光没有了，你看很好看，45度角，我灯光没有了，好，45度，快，你行不行？这个人要跟我抢，我也会。我告诉你，你先教我的那些。啊，没有，你不会，你不会要这样。哦，这样，我们以后甜戏就这么走。好恶心啊！以后我们这样走甜戏，我想做一只手，好难。不要我们这样子不行的感觉，是在故意的做作。我们应该就是像一点，像什么像一点？就是逼真一点。好。你们不要笑就很逼真了，你们快点唱那首歌。嘴巴是这样的。这我好油腻哦，我的手啊，今天跳秀啊、哦！快点，小熊在门口，到底怎么办呀？快点去看一下。我知道，你快点比了吗？你是老师，你快点唱了吗？唱了比了就行。那个是我们太做作了，好搞笑。快点选个 C 嘛。我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这场 C 位干嘛呢？你把我的镜头。这场他选不选 C 位了？这场等一下，我要学一下段璇那段 rap。哦，你这边，我打死你！你们都不当 C， 我当。你就当 rap 吧，继续整夜的风。我要，那我也能当 C。主要是亲吻这里没有办法歌、哦、好了，终于好歌，就这样吧。那他怎么唱的？柔，哎，嫂子怎么唱的？你快点，学个歌都这么慢。柔情的雨季分在缺氧。我选成那句不行了。Center 就是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我们要先闭上眼睛，然后再选。不行不行，那重新。这已经毫无悬念了。请评委用心来感受。你折到我了。哎呀！请评委用那个心来感受。好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们就去选。那
那你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先唱一下。不是给你机会，现在是给你机会。来嘛，你唱哪一句啊？随便。那就算段奕璇的分词了。对，好。哎，哪一句是他的分词啊？都是。那就是我。你随便选。我们在旁边玩。哦，前面好难，字太多了，对吧？他们难呀。我们就在旁边听他们的歌声，然后做一些模糊渐渐的。笑我。很难。模糊镜子里身影，发射石头的衣领，颤抖的嘴唇，亲昵喃，想与你一起，沉默凝结了空气，却闻不到你残留下的气息。我没忘。分不清现实梦境，忽然之间。应该唱我那句，我那句很绕口。哎你让我唱，我那句很绕口。没有，但是你是在回荡吗？不是，是黑眼睛恢复平静，睡梦中忽然惊醒。但是你是在回荡吗？你不能让他们唱啊，他们是单口。哦，他是你明明是睡梦中忽然惊醒，黑眼睛恢复平静，是不是很绕？找寻不见你的身影。哎，我的好听。找寻不见你的。你们闭上眼睛，我们开始选 C 了。好，现在来选 C 了。我们快点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。你闭上眼睛。你为什么要忘记你自己？我已忘记我自己，我怎么可能忘记我自己呢？忘记我自己干嘛？你就跳个舞还要忘记你自己？闭上眼睛了，你们两个。就是你们要开始选 C 了，对。我们要开始选 C 了，嗯。好，我闭上眼睛了。哦，我在吹，你看看这里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我是 Z， 哎，再拍一下你们手指，是我。哎，我难过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分配一下角色吧。导演是说哪里做的不对？哦，不是，怎么变导演了？对，就是导演。我是 C。导演，你们居然是这种眼光？那哪个是导演？他是我们的队员。别看你们在唱歌的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分一下吧。甜甜是 rap 不是吧 ？rap。通常我觉得，说实话吧，女团里面长得最好看的是 rap。真的吗？我发现了。那我谁说的？我好生气，谁说的？都是我们说的。调一下吧。哼，还有这样子，我以为只会自己看得很光。我们是早已定好的人选。你的眼睛，你微笑的表情。我们也来。你的眼睛，你温柔的。你不是这句分词，你看美剧，你是什么掌心？哦，你的掌心，你温。你那你的掌心为什么要摸你呢？我都不知道，好搞笑，亲们！哎，我要去甜甜那里，因为它是45度角。等一下，不要，你过去一下，你过去一下，毛毛。亲们欺负我，亲们欺负我，你让一下，不要，这是我们两个是一个分队的。嗯，是啊，好，我的网不好。像这种一般就要直接上，就不能给他有拒绝的余地。你好，真的是好重。好看吗？你刚刚跟他怎么演的？说。你的。我用流量用不了，我的流量不行。哎，你们在干嘛呀？你的眼睛，你微笑的表情。哎，你们是在选什么位置吗？没有，我们三个在演出。刚刚那个，你的什么什么？你温，你的掌心温柔的背影。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动作吗？就重新设计一个动作。可是我不是摸你的，我摸你的掌心，什么温柔的？你这个好乖，好乖的掌心又温柔的表情。对啊，那好搞笑。你微笑的。表情跟掌心什么关系？是掌心吗？哎，不对，是你的眼睛，你微笑的表情。这什么歌啊？这是秀啊！好搞笑！你的什么？你的眼睛，你微笑的表情。那就这样。你的眼睛，好
好土，好你的眼睛，我教你，我们现场编舞。嗯，我演不了演技，真的不是我不想演，温柔的表情，那我好土啊！这样子啊，你的表情，你哦，你的眼，这是你的眼睛，然后这是你的表情，还不如这个眼睛，你的眼睛，你的表情就搭。好，放松，对，放松，放松。哎，你们三个都是用四 G 吗？对呀、啊。大壮，来我一个卡。不是，是因为我的四 G 用不了。你都把我挤走了，你们。因为你们加分终身生存。我的表情。我知道这样摸一下不就行了？我一瞬间无法逃离，沉迷在你温柔陷阱，就要遥不能呼吸。I want the dancing tonight。跟着节奏一起摇摆，没趣。摇摆，要这样摇摆，看摇摆就摸一下头。对，一般这种舞蹈呢，像弟弟，真的，一般像这种舞蹈。I want the dancing tonight 是这样吗 ？I want the dancing tonight。I want the dancing tonight 其实是应该这样子的，这样子大家一起来跳舞。啊，好老土，我现在变。亲吻那个才叫老。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，你温柔的表情，真的好土啊！就是你的眼睛，你温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样了。那你来，你给我来一个啊！就是，哎呀，你的眼睛，你温柔的表情，听我，你的表情，你去摸。跟表情无关的地方干什么？是个关系吗？他们说我在甜甜旁边网速快，真的假的？吹牛吧，他们就是他们是想看甜甜吗？他们就是想看甜甜和你，他不想看你，好悲惨啊！你们太残忍了，我旁边就是青总，你故意？没有，刚刚你旁边是毛七雨，没有，刚旁边你过来了，网就不好了，美军重新又开了。I wanna dancing。你不想看我就算了。对，我感觉像杠铃一般，卡成 PPT。但是我用我的网都不好，真的。好了，我要跟我的小宝贝们聊天了，我来。真的卡了，我回来了，小宝贝们。这个呢？这个四 G， 这个四 G 不行。怎么啦？我现在用的是四 G， 你们觉得 OK 吗？在我这又吃又喝。你们这里有喝的吗？没有喝的。都没有喝的。渴的呢。我拆开来了，有金银花水。拿来呀！金银花水。泡的还是没有是那种哎，我还以为是那种一泡的挺好的，一个是你喝过了。那我们来失败吧，我们四个人的失败。好，我可以失败。等一下，我不想去音乐。我们还没分好，你是 rap， 你是什么？那我们先把我们的 dance， 我们先把我们的。那英文什么都不是。那我是颜值担当。那你们俩是有 vocal 有 dance， 我就只有三个，对，三个。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好干。Vocal 吧，你是 C， 我是 C， 那你是 Vocal， 你唱歌，我居然不是 C， 就是投票投出来的很公平，他们让我把美军叫过来，看来你们两个老是挡在我们中间啊，那你坐那里去吧，不要，闭眼睛了。我还是用网吧，我的四 G 不行。美军的直播变鬼畜了，我好可怜，真的，我买了个北京卡用不了。为什么？就是他在这。你不是双卡双待吗？我那个是北京卡，但是他在这里网很差，用不了我的网。饿了。再见吗？不好吃，还可以。这是因为我们卡一下。I wanna dance tonight。好吃。一点不好吃，我都自己都不想吃。我以前看吧，你这还行。好奇怪，不怕好。我挺喜欢吃泡芙。他们说我跟刘日贤长得很像，明明那个连我们的舞台哥哥都说小熊跟小牛奶长得很像。流氓，那是我的腿。还鬼畜吗？你的眼睛，你微笑。甜甜，我想试一下你的架子。表情。你为什么都你们都觊觎我的架子？我也喜欢你的架子，而且你架子有个很好的地方是可以充电。对，觉得你的粉丝好贴心哦，好贴心。你们看，我的粉丝过去看，当然了。你们居然说我欺负甜甜，我多得欺负甜甜。美军把青总，你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外貌觉得我们是欺负人。其实对，我觉得很委屈。其实我经常被欺负。对，我们其实经常被陈淑丽欺负的。对，你们居然这个样子。
我是傻白甜，你们不要瞎说。通常不是傻白甜能吃老鼠，这就是傻白甜。啊，不过甜甜算是傻白甜、嗯、傻而不甜。因为你没有，因为你经常说自己傻，我是傻，我是傻白甜，我真的好看吗？你们真的很甜，我是傻白甜。我是盐啊，真正的盐是在这。啊，我是葱白盐。那我是白。我觉得你们就是不喜欢我们这种性格和我们这样子长相的女孩子，然后你们就会这样子说我们。好多了吗？嗯。你们就会觉得永远我们都是特别强势的一方，其实我是一个弱势群体。哇，这什么？长得强势有错吗？不管每次做什么都是，都会被说。现在网不错哎，哎，又不好了。还好。网还可以吗？我长得比较柔弱哈。我长得比较。你弱但不柔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没有，你看起来很坚强的呢。真的，我真的看上去外表内心一样坚强。那我长得比较冷。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样可以说很委屈。你怎么这么讨厌？我是冷都女。你老说你自己没有准确一个定位，你一会儿说自己是冷都女，一会儿又说一会儿又傻白甜，你到底什么？你到底是在什么玩意儿？啊，在什么玩意儿？你到底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我的听太吵了？我的听太吵了。没有胸还要搓。我谁说你？你好搞笑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啊，我的网很差，我服了。他就要封我出去吗？不是，但是我封我出去用不了，就很多骨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卡不知道为什么是连通的，在这里用不了。嗯、我这个其实我这个网也不太好，你看都弹幕半天刷不出来一条。他你不理他们了？没有，不是，我说是他这个他们发是有延迟的。对，我经常我自己拿一个手机看都会知道，就他们其实早就已经发，那是不是休息室边比较好、啊、看不见，因为让我感觉开快乐。休息室不好。嗯，我昨天就在休息室。休息室灯很我开了七八次都不行。怎么回事啊？中兴的网真的是穷的网费都交不起了吗？没有，他是因为有人装猫了是吗？是吗？装猫了？谁？我把它抓出来。你自己看，有能搜到很多。我们去把他的猫给拆掉。谁？我们看谁直播不卡，我们就去找他。不一定，人家也可能是流量。你要看那个名字，你要看 YY。看谁在打游戏，肯定装猫了。哇，嗯，那太多了。我真的觉得不能装猫。我觉得这样对我们很不公平。嗯，就是，哇，你这个好厉害，那自动对焦。哦，这什么挡住我的？不是对焦，这个好清晰啊！我的吗？我这个好丑。你这个很清晰，我觉得你这个很好看。你这个给我看看你那个。我这个好丑哦，好黄哦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这个很好看。我也觉得他的好看。你这个真的很好看的。我也是，啊，我喜欢你这个架子，可能是因为我也喜欢你这架子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偷我的架子！啊，架子，哇哇！我现在真的很害怕，我睡觉要把我的架子抱起来，抱着。我们今天晚上就去趁你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就偷走，不准偷，然后贴上我的名字，不准偷我的。对，我也是，我也要去贴上我的名字。我现在就开始写，我现在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。不行了，我太卡了。嗯，卡了，大家都不来看了，就刷不出来。只有我的还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想用流量，我用不了。嗯。那就说拜拜了。但是你这个会把卧蚕磨没，我怕我那个不行，我的充电宝比它这个架子贵。我也好想放下来，因为他们说让我用充电宝，在你的充电里面不划算，除非我有那种架子。又来了，哦，我的也是，不要你们烦死了，你们总想着我的架子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我昨天也是这样子强制退了。甜甜，今天我试一下，我就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试一下你这个好不好用？那万一试了你就不还给我？我会还的，我这个很麻烦的。今天晚上12点之前肯定还给你。我这个还要拆，那我就给美军试一下下。一下下是多久？哇，甜甜在拆他那个给我试呢，就一下下。他真的是个很傻白甜。傻白甜，嗯，我会在今晚12点之前还给他。哼，哇，炫耀一下，我要把我手机装上去。我没有了，你现在要用手吗？你就摆这儿吧。
这样我很丑啊！对啊，你知道了吧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是抢了一个这样子吧？对，这样子一个，好好看啊！我可能，我这样吧，可能停吗？我可能太爱美娟了，才会把架子让给我的网络还没有过来而已啦。嗯，羡慕他那个架子，他那个架子很好看。因为美军是 C， 对啊，你要跟 C 打好好关系，哇，这样我的站位会好一点，排站位的时候。因为上一次我在100个人之中，我排到了前七，那我就能站 C 旁边了耶。对啊，你可以炒流量。我得到了架子，谢谢你们。所以刚刚我们就是那个。选 C 什么的，你们看懂了吗？没看懂，没看懂，因为大家都在卡你。有了吗？可以了吗？还没有，没有。啊！他们说有了架子之后就不卡了。哇，那还不行！天梯这个架子还是要还给我的。那说明高处比较好，说明高处比较好吧？你是用流量还是用这的网？我用这里的网，我好，不是我好努力啊，美军好努力啊，这里的网根本用不了。哎、那我也支在前面好了。我支的太后面，但是我流量也用不了。我手机好烫。哦，你这个角度不错哎，刚刚就因为你这个架子挡住了我，我就只能放后面了。这又怪我了吗？哎、网真好。没有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不能告诉他们。你的眼睛，你微笑的表情。你的眼神，你微笑的表情。我拒绝这样。要买一个这样的架子，可以唱一个。你一点都治不了人，你要这样，哪有强制性的？那我试一下。I'm the gushing 啊！不，你要很撩人的那种。甜甜，你会那个 gushing 吗？ gushing 你试试看。不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I want the girl and the girl she know. 好了吗？谢谢。他们那个真的好有意思。现在我就是希望达人了。他们到底要怎么做表情？我会觉得自己很油腻，所以现在我的网被你和这样子吗？你和小毛抢走了。干什么？这什么？一秒就变啊！变脸那种吗？对，亲吻擅长的那种。亲海底捞，海底捞专业户。你们会嫌弃我这个样子丑吗？不会的，绝对会默默的嫌弃。你是我们的李小龙。我就是台上大美女，台下李小龙。好了，他们在心里面默默嫌弃。好有意思哦。好了，他们说黑屏。好，把架子还给我。来来来，干什么呢？李小龙，你可以把架子还给我了吗？没开除。我的头发很乱吗？我头发很乱吗？我想学那个表情。我这种头发是这样子的，我的这种头发就是凌乱型的。太乱了一点，美军。太乱了吗？嗯。很乱吗？哪里乱？你个歪辫子。他一边说乱吗？一边说哪里乱？你个歪辫子。嗯。好了吗？哇，美女！好了，这个网就不好了。你要被打了，毛奇宇！哇！我要生气了啊！你给我过去看一下毛奇宇的作死过程，再去找网、你再去斗一下，你再去斗一下。那我说斗就斗，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亲我打人了，亲我打人了，快要拍一下他，这样他对小后辈这么凶，我这么凶，你照着拉、嗨，那么近啊，这么近会很丑、你不要乱伤，你是误伤，很丑吗？你是误伤了，那个都是李小龙、你网好稳定哈、我的网不行。我是美军的弟弟，美军认我做弟弟了。对啊，因为二三四，为什么这个都没有到了？美军么么哒。我坐在那里，腰都坐痛。哼，我不么么哒吗？没有腰，算了，我不播了，我这个不行。快把架子还给我！我没有腰，我的姐姐啊！这个枕头上的。
因为姐姐不把架子还给我。嗯，美君姐姐，以后我们要变甜一点。美君姐姐，我们以后再，我们一定要甜一点，我们真的一定要做甜系。我想，现在算了，我要今天很想。美君又卡了，他们说美君又卡了。真诚，美君把我们的网都抢了，我真的很生气。不要做甜系，美君卡，因为我用我自己的网用不了，真的。不要，那今天变得油腻一点。我的手还没有拆线，还可能在。好了，用这个播，我要拿回了我的架。不，美君还要用，十二点之前还给你。不，美君你还要用对不对？你还要直播对不对？不啊，我的架子，你怎么就拿过去了？啊，这是不是你的手机？这是我的手机，心爱的架子。美君，你现在像李小龙。美君，不要播了。你像李小龙。那那个谁呢？那我去舔一舔呢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宝座，来吧，这里比较好。那怎么办啊？你来嘛，美君。你来嘛，这中间我两个都可以蹭，你过来这边，我两个都可以蹭。可是我想离千文近一点，那你就躺着嘛。不要。嗨。人们都让美君。哇哦，这个光很烂啊，甜甜。他不会选位置啊，没有，对他很心计，他选了一个灯光最好的，最后面我也来照一下，我也来照一下，哦，不错，这是45度角好吗？好有意思，美美，你看晕了，嗯，很好看吧？不好看啊，为什么？不好看，为什么？可是因为我戴镜片了，戴镜片眼镜了，现在没有地方放了。我等拿手上。你的车是兰博基尼，那我的车还是劳斯莱斯呢？劳斯莱斯啊，劳斯莱斯，还有开法拉利的啊，但我不记得我的，他还有私人飞机呢啊，我我有私人飞机，但我不知道什么牌子，没有留意。能飞就可以了。美君经常开着私人飞机来上公演。哇哦！所以说悠唐上面有一个停机场。对，悠唐的那个楼层最高层那里有个停机场。对呀，就是因为北京很堵，我经常会飞。嗯。我要吃水皮。但没有办法。我都没有指甲，我现在真的好辛苦。突然甜心，我就是今。你要当甜系吗，美君？对啊，我本来是甜系啊。我是地系。我们都是甜系的。我是地系。我们都是甜系的。但是我的眼睛很丑。你看我的名字在前面。甜美不是甜美，是美丽。不要涂。甜美。我的个性呢？你看我的名字在前面，就说明我不瘦。嗯，不一定，可是名字写的这样比较好听一点。对，嗯。记得是美丽美丽美丽。在哪里啊 ？Beautiful, pretty, cute, cute, yummy, cute, cute, 甜美。宣传语什么宣传语？我就是。我觉得我今天不很有勇气，就这个样子还直播那么久。美君是淡妆。直播里嘛就不甜一点。我现在是素颜，淡妆。我现在是丑妆。我现在是我们都是素颜美女，素颜。我今天那个衣服。素颜，你别说了，看你的眼睫毛刷了跟苍蝇腿一样。看你的，没去看你的，我你眼皮像大地色，好暗沉哦。李小龙，李小龙，李小龙，李小龙。但是你看我，你看看，我就是个胖子。你看看我，胶原蛋白白皙皮肤，真的很胖。嗯，白而不皙。但是我这个是胶原蛋白，因为我还年轻。全国无限流量，我办过，我扔了。我办的是大王卡，这一点用都没有，我生气了。金总在后面，超甜。我生气了，因为你们刚刚这个角度，因为你们刚刚都 diss 我。谁让你唱丑八怪？嗯，看吧，这是胶原蛋白，活该被 diss。丑八怪呀！拜托别把灯打开。等我灯中灭。是谁的房间？是新闻的房间。后面这个人。你知道吗？他说，在他房间里的东西都是他的东西。心机甜甜脸，很想玩老碗，我就这样。啊呜！你这样直播，那我这样直播。那我满能破。
那我也还没有，我等会儿去看一下。我觉得我能看一下，我挺想看一点。他们说为什么你看上去像个智障？很难得。我觉得我像，我看上去像个智障。戴眼镜的妹子是四期生。C， 我们的 center。对，一进来就把老蔡别干倒了。一大一小什么意思？很像老师。陈老师。没，就不能说像个学姐吗？烦死了！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我的。我最近绝食，我都要变瘦。我这个星期要是脸不小的话，你们全部都转退吧。好嘞，大家可以做好。这文太搞笑了，什么？因为我最近太失望了。我是学妹，我是学弟，我是学弟，我是学姐，他是学弟。听文看一下。啊行，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像老师的，我会哭的。别说了，老师没听讲的像老师。就点 A V I， 你们后面，你们后面是不是少了一个点 A V I？ 哪个点 A V I？ 所以只能算了吧，你们就像一部那种剧的名字。我现在是在危险的边缘。天顺利和他的老师靠近危险的边缘。不过我以后的方向应该是老师。靠近危险的边缘。我以后教、啊、教些小女孩怎么去当个偶像。偷偷看到听闻的，听闻的床头有逆生长。我在你我在你印象中是有多老？没有、那个，是因为我戴眼镜很蠢吧？应该是。又是，不是吧？就以后有什么新生的女团，我应该会进去教大家。说太直接的话，会有人觉得。不是声乐老师，是那个生活老师啊，也不是。啊，艺人总监。那我要当 rap 老师。当那你得拿出点成绩来，你要参加中国有嘻哈，然后再拿个全国看比赛。那我要当你的女孩甜甜 ，T T。天哪，我以为我是你的女孩甜甜，我是你的老师咪咪，咪咪老师。那我是什么？上课记得交学费哦。那我呢？你们怎么这么甜啊？那我保健室为什么当保健室？我是你的，一看就知道我是教育那些有关艺术文化的，不能认输，他们太甜了。咪咪老师，对啊，咪咪老师，我是你们的同学，想吗？不会比，我一定不会体罚的，同学们。哇，体罚是什么体罚？有什么惩罚？这家长都是把自己孩子保护的非常好，就是不体罚，但是。你觉得有必要体罚的？我可能会偷偷体罚。嗯，敢不敢？吓人！喂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是同学吗？我是 rap 老师。哦，我是同学，我是大家的同学，想吗？不要，我们那你唱一首 rap 给我听。我不是你的旗下的学生。我给你一个 beat。你要加油，在我们组合，你差点要被淘汰了。啊，没有，我是你们你要注意一下你的 balance。啊，我是跳舞担当，那也要注意一下你的 balance。你是 rap 老师哎，这位同学，他是 rap 老师，竟然问我要 balance， 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队里面田素丽的 freestyle 最好，就是那个嘴条很厉害。美军比较厉害了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当 C 位负责表现力还有颜值。颜值，李小龙说他，李小龙说他不，陈小龙说他表现颜值。然后毛也不能毛其实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，他没有任何的担当。我是舞蹈担当，瞎说什么呢？舞蹈担当应该是青雨文吧？嗯，我青雨文不是 vocal 吗？哦，那是 vocal， 那是舞蹈 vocal。哦，那 C 是什么都可以，慢速 rap 没可快可慢对吧？嗯。李小龙，因为刚刚我进来的时候，我的衣服，我的衣服刚刚包进了我的裤子里面，看起来像以前那种武打的那种人，就打架那种，就很老土穿的。咪咪姐，就是这衣服，大家也是看过无数次了，是吧？所以就很古老。我真的要减肥。演唱和颜值担当，其实舞蹈也不差。每次老师想夸我的时候，就想老师想夸我很完美。
说我唱歌好，长得漂亮，然后说到舞蹈的时候，他会说舞蹈不差来形容我。还在保质期呢，我刚刚。我希望有一天老师可以说舞蹈非常好。那你做梦？那不可能，我没有展现出我的100%。我希望有一天老师说我 rap 比较好。舞蹈好分为几种，就是第一你动作跳得特别好，然后有。就是你动作跳得特别的标准，然后又有感觉。第二种是表现力好，但它不能算是舞蹈好，你懂吗？表现力跟表情有关吗？我觉得。对呀、啊。那我对自己的表现力还有。那跟长相也有关系啊，你说对不对？对，就好像两个人不有跟长相有关系。有关系。有些人长得好看，但是哇，好有感染力。对。对。有些人特别笑容嘛。有人说为什么？有些人特别适合笑，然后笑颜就一笑就很好看，然后笑不瘦。就是天生巧的就不太适合笑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笑的？对呀、啊，怎么笑的丑，就没有感染力，你懂吗？那么现在他说我很有感染力。感染力。你们现在在说我很有感染力是吧？就是那笑吗？甜甜还是适合不笑呢。那我呢？那你笑一个，看见你大黄牙。对啊，我在吃东西。我还在吃东西。我是真的不适合笑，所以以后 我也不适合笑。我也适合笑啊。你是毛奇玉是这么笑？我准备我跳舞，那你让我怎么笑？我不知道该怎么笑、哎。你先像毛奇一样。因为我的嘴巴长那我要现在怎么笑？我现在笑太尴尬了，就是他嘴角很用力。那我要怎么笑？你说。我的嘴巴不会像他们嘴巴有这么大。我的笑起来不好看。你嘴巴。但毛奇笑的还是比我好看，再笑一次。一厘米，真的只有一厘米。自然一点。啊！我现在笑不起来。只有这么大，我的嘴巴。啊，对，我现在笑不起来，自然的。笑，我真的很累。我要发自内心的笑，我才能笑得起来。现在。有人说青云文笑起来像哭了一样。好惨啊！我点个赞。我会保护你。笑的不好看，适合哭。哦，青总是可以试一下。我也想。哎，我是适合哭的，适合哭。他们说我适合微笑。你适合微笑，就是那种很阴森的微笑吗？就像《唐人街探案》里面最后一个镜头。我也适合，我不适合微笑。你记得那个镜头吗？我记得。不是最后一个镜头。就那个书本放在那个课桌上。是。那坏人是不是这样笑的呢？太甜了吧？没有。等一下，那坏人是不是这样笑的呢？坏人是不是这样笑的？坏人是这样笑的。怎么笑啊？我不会，那的确是我的错。你有点真的开心的时候，还行，不够坏，不够坏吗？再来一次，这个很冷。让青云来一遍。谁啊？谁让我来？就唐人街。我真的是谁一直在提锁你那个？我的眼睛挡住了我的眼神。让我看一下是谁。你试一下，很就是你看过唐人街没有？我看过，但我最后一个微笑试一下。第一部那个。我笑，我试一下啊、嗯。很奸诈，你掌控了一切。我不是。那看来我就适合。你再笑一遍，我看一下什么感觉。我根本忘记了你说的哪个片段。你在装乖，我天！我在装乖吗？我哪有装乖啊？你明明是这样子的。我没有装乖，真的很凶、啊。但是你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吧。是因为我戴了眼镜，那个眼镜把我的眼睛都变形了。你们这群人都会死在我手上。灯就来了，灯就来了，我好想拍唐人街哦！我真的，我你看了二没有？你看了二没有？我看了。我当时就有个梦想，我想成为戏里面的一个人。谁？哦，好累哦，真的是不太没有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不适合甜。我想在唐人街他里面当一个侦探。没有没有，你要敢吃到我的毯子上你就完了。我要去参加唐人街三。没有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我也要去三。你算了吧，你去那个吧。什么？你可以参加战狼四。战狼啊！战狼不是、啊。我要参加红海行动。我也是，我要参加红海行动。红海行动啊！红海行动八名。那我会啊，我喜欢红海行动。我去打枪战。那你去战狼吧，甜甜。哎，你不吃鸡吗，甜甜？你来跟我们红海行动一起。
吃鸡跟那个还是不一样的。哦，它哦，嗯，很像那个另外行动里面的镜头。我每次吃鸡都很害怕。战狼非洲姐姐吗？没事，拍戏的时候你有主角光环的，不死不了。可我每次吃鸡就都就开始之前我都开始之后我都很害怕。哎，有人说青总适合捉妖记，你演妖吗？是要青总演妖吗？他适合小胡巴。我才不适合胡巴呢，胡巴是你。我发现你们老弟，你说谁呢？是谁？这个来来来，让我马上看一下，到底是谁在地锁？怎么回事？对对对，就是你，天地之间有个我。你不要读出他的 ID 吗？你不要吓人家。我没有吓你。青总很可怕，就下次就会干掉。下次见到我的时候，给我报一下你的 ID 啊，兄弟，让我认识一下你。吃鸡恐怖游戏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我下部我一定不能演反面，反面人物，我以后要演正面人物。我也会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我夸你，我夸你对粉丝好甜的。变态杀人魔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我看一下。兄弟你好。你们杠上了吗？你们打一架吧。嗯。为什么我是宝强啊？我是徐峥啊。我是偶像。你是黄渤。我怎么能跟他打一架？哎，你是黄渤。对，哇，我喜欢。我喜欢啊，我也喜欢黄渤。那你是孙红雷？我不要，不要。你是谁？不要。我是徐峥。不，你他没有说是我，没有说我。那你没有参演资格。我不信。导演配面试没有过，我们都是面试过的。面试？你们面试？对，我们都是面试过的。他只是没有看到我。那你让人家看一下你。能不能分配个角色给毛奇？他很可怜。不，我不要同情，我要靠实力。你当石头吧。啊，不要啊！你们在说哪一个呀？那徐峥是应该是最有才、最有钱的吧？嗯，而且还是导演。我要当那个小女孩。哪一部里面？宝强哥哥，就张子枫。不是，你演的是宝强老师。不想当宝强老师。不，你可以的。你可以的，就是你那种天然的感觉和那那个角色非常。我没有。对你。我很聪明。不，你可以，你很像。我躺下了。对，嗯，秃头这个事情，其实我觉得很适合甜甜。秃头适合我。啊？为什么？哦，不对，因为我演的是徐峥老师。嗯。他在里面是个秃头，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胜任的。因为智商高的人嘛，头发比较少。女版宝强。哎，他说话这样说的，直播啦，什么啦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啦，这就是这样的啦，嘿嘿嘿，也是可以的啦，也是可以的啦。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很激动，那个电影。不，我是冷都女。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我自己带入进电影里面去，我总是有一些很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看过那部。你不会有吗？没有，我都没看过。你不会幻想自己在电影里面吗？我有时候会幻想，如果那个男主很帅的话。我们明天就是。啊，男主很帅，然后他是你的弟弟是吗？我一直在想，但是现在最近都没有说。不是。没有那个想法，我会幻想我在里面有一个角色。哇哦，哪个里面破案的时候？就是我会希望我是里面的人。嗯，模仿这个我看过，不用模仿。哦，我的，学广东人说话没劲，是这样的啦，大家不要着急啦。晚上大家都吃好喝好，所以就是想整顿，就是想整顿。他来买单，就想什么，我就长发。我是，长发比较快。你是什么？我要当那个。你要当什么？我要当刘昊然那个角色。刘昊然是？那你是说新的那部的话，我喜欢那个就是那个小弟弟，小弟弟，你要演黑客。黑客是谁？忘了新的那部的二的话，嗯，毛奇看电影我们都没看过呢。啊，不看了，那天我跟甜甜一起去看的《唐人街》。可我怎么不太记得？大家加入吗？有黑客主任，有人终于有人说我丑。有那个蓝色头发还是绿色头发的那个小姑娘？你们俩。气死我了，李小龙！为什么要吃李小龙？
李小龙要是打你的话，你会死得很惨。你这个锁喉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关了？啊，突然这个清文是一个养生啊，你好突然啊，太突然了。清文有点突然，因为我觉得啊，哎，怎么能拍到？好丑啊！好丑啊！那就给大家看一眼。梅晶特别可爱，梅晶之前。不是因为这是个穴位，我嗓子很好。点这个，我教大家，不是这个是。没接之前，这个是天突穴，就是对嗓子好。我教你，就在锁骨这。剔牙特别可。这，自己没空按一按。按一下吗？对嗓子，像我们这种职业用嗓的人呢。知道的时间，小猫成长很多。这个天突穴，脚底就不按了，很麻烦。脚太长了，太圆了。你的脚不算长，你应该按得到。你干嘛在我这里跟别人打架？像我们这种才应该按不到。那你就按脖子吧。你脖子都按不到，你看，你按一下。哎呀，好长，按不到，就这么远。我这个衣领拉了，也没什么性感的吧？不要拉衣领。你都红了。今天快点保护住，不能露出来。不能看我舔的脖子，我要保护甜甜，不能看。你们真的，你们真的好。你要这么高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真的好夸张，会被封的。为什么那么保守啊？你们什么都没有看什么？镜头前面直播比较。我的这个没有，我就说我不太习惯的，不，我真的很不行，在直播比较。比较什么？就是那种比较甜的动作。我也不会很甜的动作。怎么办？结果那看来只有我会，难怪我是当 C 的。现在直播是不准露脖子了吧？连脖子都不准露了吗？美金，保护好你的脖子，快不能露。我这里有。习惯被人不是很甜的，我这里是有延迟啊，好丑！就我自己，我现在是没有。我其实我想现在在我们队里，我发现缺一个丑角，我觉得我可以做女丑。要比跟别人不一样的，屁股。哈，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很像屁股，还有这里很像屁股。我觉得没什么感觉，摁着没有吗？不会有种想呕的感觉。不会吗？反正这个也行。哇，估计不能走不了很甜系的，我不行。你就好厉害，不停公演吧？我们应该不停公演。我们不停公演说了的，我们这我们是公演只能减少，但是只是减少公演，就是只是减少，少让你们看一下我。不会，感觉怪怪的。刀都买不到，什么意思？他想买刀干嘛？什么？对，他想买刀，他想买刀干嘛？可怕！他要做饭，做饭，他已经有一把刀，没有，就那把丢了。在超市里面就能买，为什么要？他因为要不是出去了还是什么，他不太方便嘛，他不怎么出门。但是刀不可可能。奶父可能想买那种能砍骨头的刀，就这么宽的，因为其实他已经有一把这么宽的刀了。对，他应该想砍那种这么宽的，就这么宽的骨头。我是他室友，我很害怕。但有没有硬骨？没事，他放休息室。好厉害！好吧。这个都知道。啊，奶父的刀被偷了。这年头连刀都要偷吗？像崔文，这是你把手搁我身上，真的好重，我现在觉得像被鬼压住的一样。轻声。换了个人压。好亮啊，它这个对，你这个好亮啊！你重开了吗？5个点，2、3、4个点啊！这你才充的，你才充了200个鸡腿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开玩笑，就是，没有，其实我乱说的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一点多少个鸡腿能买。哼，不砍你，好丑，怎么越来越丑？哎，哇，亮一下，好亮哦！突然，我的灯光马上就来了，轻盈一下。这个灯光一来，所以就是砍骨头啊！我的脸又变大了两。青总，房间有没有金嗓子？有，没有？来，请我一颗嘛。好
哇，这么贵，728吗？我以为他是金，他以为他说金嗓子很贵。对，我也是，我吓了一跳。哟，这个狮子头。我们都是寻要命的人，我吃这个算了。我也想吃西瓜。我们分一下吧。我们都是咽炎的人，毛奇鱼没有。对，我是有特别严重的咽炎。我有。4313007。我是支气管炎不好，我是支气管和喉咙。我也是有支气管炎，对吗？那就是有咽炎都会。不，我之前说要割扁桃体来着。哇，我之前说的是要割，说我长息肉，但是我没去检查，因为我怕我也不想去搞。我觉得还是，而且你割完之后，你嗓子可能会变得很难听。对，我本来嗓子特别压嗓。其实是支气管炎，但是，好吗？这个。那我想，这我小时候一直吃。珊瑚片比这个好。我小时候一直吃这个。但我就懒得去查，反正就那样吧。我就反正有一件我们少抽的烟，你听到没有？少抽点烟。你是不是躲在房间里？可能是你们对北京已经产生了很爱惜我。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每天抽烟，就是那个雾霾就是我们的烟。不是，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吸毒，那不叫抽烟，那叫吸毒，真的。每天都在吸毒。不过我小时候为什么每天都在吸毒呢？因为出去那个空气实在是太差了。太差了，我的妈呀，那个天根本北京，就是我根本看不见天，我只看得见。所以我现在都要戴那个3M那个口罩。我以后只买那个口罩，我不买那种薄的了。那个，有用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我特别不适合在北方城市生活。谁适合？我挺适合。如果说是在没有为什么，我觉得很干。但是我真的，我皮肤在这里变得比在上海的时候要好。不过的确，我回北京，今天早上就是我昨晚在北京睡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起来嗓子就很疼。会被禁的。是鼻子和嘴巴会很难受，但是皮肤我有变好。把烟带上去跳 style。会被禁的，你爱情的滋长这个是这么不习惯的。这样，威士忌的味道太。威士忌那把酒拿着，应该把酒杯拿着。威士忌的味道，这是什么？喝一口，咚。香烟的味道，太烈。走在沙发上的你，无奈这个烟好像有点慢了。走在沙发上的你，紧闭着双眼。紧闭着双眼，用气球那个双眼。其实我也不是不喜欢北京，我只是希望北京的空气能够越来越好。一边抽一边跳。那我你不能做小动作。人家粉丝是喜欢这样的我，谢谢。我知道了，他们想让我们带烟上跳 style。哇，你们好不良少女。不是你们，是你。我湿气真的很重，又不知道怎么。你们真的很不良。那我叫 spy， 你们来看吗？那青总要带着酒瓶上去跳秀。I wanna dancing tonight。我不能做小动作。I wanna dancing tonight。茅台，就是战狼里面，你不是拍过战狼吗？里面不是有茅台？对，那个茅台。茅台，中国人就喝茅台，滚滚滚滚滚。珍珠界最有白。蓝色天河还是蓝色什么？那个广告。不，我不喝茅台的，我只喝五粮液。哇哦，好社会。没有，我骗他们的。我们家里面就是过年都喝五粮液。我们是喝天地一号。哇，你们好厉害！我觉得我们家的人酒量其实不是很好，就是喝天地一号。对，我觉得酒量差的，就酒量差的那种人就别喝酒，因为喝了免得发疯。好，什么？小米有个带风扇的，有点夸张啊。什么？你们还考虑冷餐会喝茅台？你们都想醉酒看公演？那这件事情千万不要。就是我真的有想过拿一个高脚杯跳起来。在里面成熟，然后跳了差不多，然后把它泼在刘树贤的脸上。不要冲上台来喝我们。好可怜。把我的威士忌，哦不对，不是红酒，是威士忌。威士忌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白酒太。我们知道最后一句。白酒倒还是谁？酒是白酒。手牵手，不直接倒头上。倒头上。你还最后一句怎么唱？露出杀手锏，还这俩只是我要推他，还是拿出杀手？我转一圈，嘟嘟嘟嘟嘟，然后泼上去。你拿起杀手锏那个酒瓶子，咔！秦总说要拿酒瓶子爆头，爆头，好厉害！爆头，要不不留发，要谁惹我？
所以 SPA 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对手打倒。嗯，杀手锏有很多，只是我没有使出来。嗯，又不只是枪，而且你枪法不准，万一还没打到人家。我今天枪都忘了带。嗯、对，美军今天很搞笑。你是这样的，我是本人崩。什么？嗯，我今天好尝试了好多次，我感觉。亲文不是说他要关直播的，但是他们在跟我商量冷餐的事情。哦，商量冷餐啊？那商量嘛。一杯白酒，你和大哥必须当着我的面跟我干杯，然后我喝饮料，他喝白酒。这个事情被 staff 知道了会完蛋的。你很有才，很有才。两分钟，我看一眼。三分钟，我再看。那是手眼也是千秋了，没关系。奶父他去缝个针，还是可以继续上的。就是缠着绷带，还要给我敬酒，对，更像 beer fighter 了。我们 beer fighter 本来就是一个受伤的公演嘛，冷餐啊、我们都伤痕累累的。你们这样子的话，就真的没有人来参加我的冷餐会了。嗯，我的生日公演好晚啊，都没想到。他是最后一个定的，我举报他。谁？你？不是我举报菌菇呢，他没回应呢。没有菌菇，等下就回了。是我回的，那是陈美君，不是严明君。不是。人家你没看见姐姐说的吗？美军就只有你了，没有就只有你了。陈美军、严明军没有，那是第一条，第二条是美军就只有你了，然后你才定的，只有一天日子了，没办法。嗯，太可怜了，我们去便过生日了。太可怜了，因为有时候我就是太忙的时候，也不是太忙，就是我放假的时候我就不怎么看那个群里面的消息，然后他们都默默的定了。不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好日子都早就被抢光了，我们捡的都是剩下的不要的日子。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好日子不好日子吧，不是好日子。那我从七八月就开始哦，我觉得最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排练公演新公演的时候是最不好的日子。我也觉得，就天天都很早上上课到晚上凌晨。哇，我那个时候也很那个，就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就很忙，那个时候真的很忙。对，我想想看，我那个时候睡多少个小时忘了。我那个时候每天都只睡两个小时。能准备了吗？集资的话，大家但是夏天到了，对，但是总然后啊，对，夏天到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就接着集吗？我很心疼大家的荷包。49是两周年吧？心疼大家的身。那个时候有点那我下次跳 spy 我就装成吸血鬼。我关掉。我是个吸血鬼。美军跳水一点。那你跟我换吧。I wanna dancing tonight。还有一分钟，跟着节奏一起摇摆。那肯定好看，你们都能想象得到。对我们老师是个工作狂。你说哪个老师？这个老师吗？那个老师。我是个偷懒的陈老师。我们队的舞蹈老师。我要看，我差不多没电了，我要关直播了，拜拜。对对对，毛巾时间。因为我没有，我穿不上甜甜的公演。这两天我就要准备我的节目，我的公演没有人要上报了。甜甜可以跳 spy 那个男的那个位置。对，跳一个傻弟弟。我什么一个傻？我是一个帅的弟弟。呆子弟弟。什么嘛？就是很萌的那种呆萌弟。啊，姐姐我喜欢你，姐姐我真的很喜欢你。我要很攻的那种。你是呆萌弟。不是你的，你要攻的话，你都已经输在你的身材上了。身材上，因为你站在美军后面，根本就看不见你了。这是因为我宽，哦，是壮又吞剑，那我还胸口碎，最大石。我胸口碎田淑丽。没事，甜甜总是弟弟嘛，就是十二三岁那种情窦初开，对不对？这早恋，甜甜你这也是不对，也是该值得谴责。嗯，为什么十二三岁喜欢一个姐姐？喜欢姐姐很正常啊。是吗？哦，对，很多男生其实都会喜欢自己的老师。不，没有，你是长得特别特别漂亮的老师。没有。那肯定啊，就是很多男生。你恐怕是。嗯，没有，我说没有，我说你在看什么？流量。啊什么？我吗？特别我说美军哦，他的弟弟喜欢老师，我就说你恐怕是日本人太多了。我还以为你说我呢，我说我在查流量。我觉得好搞笑你。反正他们没有，我觉得哥哥喜欢妹妹因为你们不是十二三岁嘛、啊。
弟弟喜欢姐姐，哥哥喜欢妹妹。我不是13岁，我是20几岁的弟弟。20几岁就是大哥了，老兄老铁了。你们，哎，算了，我这次不会搞像次那样子的生日公演，因为上次那样子的生日公演，怎么说呢？虽然说很特别的，怎么呢？特别的惊艳，但是呢，嗯。不是因为我现在好像说不起话了，甜甜你要多说话。我20几岁，我姐多大？我姐是20几岁。你哥哥才不喜欢你。一般其实哥哥对妹妹很好的。那个姐姐如果是40岁也叫姐姐啊。现在很多20几岁喜欢40岁的姐姐。对啊，哇，很正常。不会吧？很多。老阿姨。真的很迷恋，我身边有亲戚朋友就这样子。真的吗？怪不得就喜欢40几岁，你和他们是一家人。哎，不是我亲戚，是亲戚的朋友，你懂吗？这叫亲戚朋友，亲戚的朋友，所以跟我亲戚的朋友和亲戚朋友是两种概念，两个意思了都。反正我有我词典，可谓真爱无分这个 吧。拒绝黄，拒绝毒，拒绝黄嘟嘟，拒绝拒绝。那你把黄色脱掉，拒绝黄，拒绝黄，拒绝黄。我这个不算黄。那你这算什么？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什么颜色？就叫柠檬黄，这不叫黄。那有没有黄？你就告诉我。就是、小清新。你就告诉我有没有黄。小清新的黄。这是绿色，这不是黄色。没有，因为我有多动症。你们黄绿色吗？对，我在练舞，在练那个，练那个什么，练气息。不要练了，你的 C 位已经掉了。哎，没关系，在我心目中，不管谁在我旁边，我都是全场的 C 位。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，不管你们在工作职场，老板重不重用你，都必须保持这样的自信，知不知道？把毛絮打出来，毛絮来露个脸。美军太宽了，我就是这样子跳 spy 的，谁要敢跳男的，那必须比我宽。爱情的自卑，那你的意思就是小牛奶比你宽喽？你就是暗讽小牛奶。但小牛奶的确是比你宽。嗯，我想一下，比我厚。比你厚。那的确是。这里厚。他可能是他没有比你厚，他下面没有比你厚，他上面比你厚。就其实小牛奶减了肥之后挺瘦的了，就腿都很长了。哎呦，我听不懂，我老是就是说话的时候都听不懂，听懂说话啊？你觉得我这么好的字面意思你都听不懂吗？就是我的意思是。你的上半身比较窄，下半身比较厚，知不知道？就是你腿粗，我只不想说的那么明显。好可怕，我好可怕，我平时就这么被人欺负的。我要 diss 你，但是我又 diss 不起来。那是因为你没有带枪，我才敢这样说的。你要是有枪的话，我就走了。什么？我的枪？对。掏一下，在不在？随时掏一个枪毙了你，毙了你们！我下次要暗杀青总，这个人留不得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很好。人家说青总好歹横的竖着也是很厚的，谁说的？我看一下。对啊，我就是很厚啊，怎么样啊？对啊，我就是很厚啊。脸不要厚就行了，我脸很薄。我的骨架很小。那你就不要看我嘛，我厚，我厚，我怕我挡到你看美女的视线。哇哦，厉害。躺着比较高啊，对，你这说的没错。我就是美女。甜甜逐渐失去了信心。如果我是动物的话，我就是猪。我累了，我也累了。其实我也累了。困。我们在这睡吧，我们今天三个人一起打。你做梦吧。你
之前还邀请我。我怎么能让客人睡地上呢？你说是吧？那我们睡床，你睡床上，我就差这一句话了，亲文。睡床上的话，我就怕委屈你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委屈，不委屈，不委屈。我这样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没事没事，你不要客气。不行，我就是要客气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客气。客人来到第一次，那这样吧，你去我的房间把床搬过来。不要这样不好。没事，要是你实在想睡的话，你就去那个，你就去你房间把你那两张床都搬过来。你去把床搬过来。三个人刚好能睡了。我们客人是。你们看我手受伤了，我回来跳公园今天出了汗，然后他们还要让我去做这种事情。亲吻的床很性冷淡风，很直男。没有，亲吻的床就是不让我们睡。亲吻的床单很直男耶。而且还是我帮他换的，他还挑三拣四。好直男哦。我对你说没说谢谢？没有。好了，我不想说话了。你没有，你真的没有。你在什么鬼？你再跟我说一次，快！不是，先接受我很瘦，我不说了，感谢我很小气。说你是我什么是美丽，不要再甜美了。不行，我今天这么可爱，也不像个瘦吗？我今天那么帅，也不像个空吗？不像，不像。青总 ，Hello， 半个队都在这了，我们队只有八个人吗？嗯。要是我这个，我明后天去医院检查，如果说我的手没关系，青总的坏话可以随便说的，我就不上公演了。因为他经常，因为你们经常对，我觉得我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就是老是好像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不太好。没事，其实我可攻可受，我随意转换，真的吓死你了，厉害了，真的。那你瘦一个看看啊？你瘦一下看看。不要不要，现在好不适合。对啊，就是今天就很疼，因为一直我 S 我。那我给你换药吧。我都从来没有。我的性格偏 S， 但是其实我有很多很懂 M 的时候。你别这，不大会。出现，我的肉都还没有长好，所以就是我这两天，如果就是我先去把那个外乳参加了，然后如果说谁占美丽的，如果说医生说还不好的话，美丽只有一个占。那我现在帮你换嘛？不用，谁说的？你不要把这种，我不是这样的。是啊，我虚荣的确很宽啊。嗯，可造之心，唐人街三就会有我。今天我已经面上了。我都之前没有出现过那样子的感觉。我是里面的 boss。谢谢谢谢。当然啊。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队的人长得太傻白甜了，显得我很 S。就是我说实话吧，很多人都说我非常可爱。我在外面。这个为什么笑？为什么要笑？真的，很多人说我很可爱。我也是那种啊。你们不信去问问，是因为我们队友都长得太傻白甜。准备在15分钟内上床睡觉。我刚刚已经有提示。你是什么 APP 啊？介绍给我。要花钱买的。那我打扰了。没关系，类型等我换了手机。所以觉得我要喜欢你的人也不同啊，对吧？喜欢你的人。我也买了，花了我18块16块忘了。你花了多少钱？就会招人什么样子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我是大度的，你们苹果手机要买的东西，在安卓那边游戏就是免费的。大度的人。嗯，是啊。我跟你讲，安卓有个软件最好用啊。安卓有个软件叫“我要早睡”。啊，是吗？我去下。然后它一到点了，它会马上会关机。哇！我不要了，不要。而且你打，而且你是打不开你的手机的，就可以逼你睡觉。那我睡不了。但如果你知道我，我没办法定闹钟了。而且你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有个 bug， 假如你在外面遇到坏人了，你想打110，然后他居然提醒你睡觉了，我要早睡，然后嘣，关机了。然后你想打110打不到，怎么都开不了机。那个就很讨厌。谁说我很多 CP？ 我都没有 CP， 我是 CP 绝缘体。他们。绝缘体，其实我也是，就我可能跟谁都不打。不，你可以制造出让大家觉得很开心的。我的手怎么了？家和公奢侈。那个手在哪？在这啊！哎呀，烦死了！你是不是太习惯了？现在直播是不能录脖子的。我觉得甜甜已经太习惯了。两会期间不能录脖子。我觉得甜甜已经太习惯我这样摸摸他了。我在想你们 CP 名叫什么？毛甜。挺好的。
有毛就很难听了。你可以叫猫干嘛？要取毛嘛？毛毛什么都很难听。毛是太听，要跟我姓了，因为我跟他打赌好打好。我觉得我的田就跟谁都很搭。那你跟他就叫田毛，好难听、啊。好难听啊！梳毛，梳毛，立毛。我很久都没画过这么浓的妆了。美丽很土，美丽很绝地雀阳，美丽还行，就是普通。嗯的感觉，你们俩的 CP 吗？为什么有人问我们？甜美啊，甜美。两会开到什么时候？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要去参加一下。甜甜和美君，就叫。对啊，是这个星我没有上过，那我们甜美。就叫那个吧。甜美。不不不，叫那个。就是甜美。我觉得。我发现我跟谁搭在一起都是甜在前面。君甜，因为甜素丽丝太可爱了，没有是因为。哦，太瘦了，我看错了，就是他很可爱，不是，但他真的很瘦，我不瘦，我真的不瘦，没有，是因为我今天带了，你跟孟慧一起就有点讲拼了，孟慧是个直男，所以才孟慧是个直女，真的是个，不，但是他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对你就是瘦啊，不一定能比啊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就像牛角一样，好搞笑，应该会上，不出意外的话会上，前个毛。我就说说而已，我每次都这样。田美丽，田美丽是我们三个吗？我不敢。毛美丽，毛美丽是吗？哦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、啊。田美丽哪里有你呢？你们怎么选你自己名字都不知道？我就说吧，我不管跟谁在一起，都是田在前面。不一定啊，他可以叫毛美丽嘛，他跟不说。因为这样才好听。关了关了，你们早点睡。好，好不好呀？不好，又没跟你说话。因为我们在房间今天要待一晚上、对，我们今天就不走了。 I want the dancing tonight。 那好，那我就跟大家直播，你们继续整夜的疯狂，这里下一秒就要天亮、我们可以在青总房间蹦迪，他这个房间非常野，很适合蹦迪，对，因为他这个地毯就很野、漂亮。你怎么又冲鸡腿了？哇哦！我一回就说，我说他又是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礼物呢。我要把这个夜蝶。哦，夜蝶我说过，他说这个叫夜蝶，他说夜蝶，夜蝶长什么样啊？我没有见过。八八六，夜蝶是长青总这个样子吗？夜蝶我没有见过长什么样啊？他青总这样。这个是不是说？悄悄的来到小雨这里，我不是，我是许佳琪那样子的，要帮你许佳琪姐妹那样子的夜蝶。三个人的夜蝶使你困惑，困惑吗？困惑的爱，爱的是谁？三个人，对啊，一个公还是瘦？一个爸，一个妈，一个孩子。我觉得他是瘦，我是孩子。但是我觉得我也是瘦。来，我叫你妈，叫你爸。很迷茫。爸爸，爸爸，爸，妈，爸爸，爸爸，真的和我，我不会生出这样的儿子。今天和爸爸妈妈出去玩了，开心，拍一张全家福，耶！我是蝴蝶，小猫同学。但我有点像小蜜蜂。拜拜。夜蝶。点那个跳姐姐。悄悄的，今晚我很像妹妹啊。今晚相约这里。我们房间聊。要。今晚的事情要保密，要保密。你也完全不是这么唱的。什么？什么？妈妈知道了一定很生气，是吗？妈妈知道一定，妈妈如果知，妈妈妈妈如果知道一定很生气。哎呦喂！要保密。哎，怎么要保密？怎么？要保密。你可是跳过这首歌的人啊！我也跳过，我也跳过。天哪，那全都不会词儿。我不是会嘛？就你没跳过。因为我跳的是短板的。我也是，我只会姐姐的。打屁屁，你是姐姐还是妹妹来着？我是妹妹。哎，你看，那我是什么？因为你当姐姐，你很适合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孟慧跳的话。可是她就是的确还，可我跟可瘦，我可我跟孟慧跳的话，我应该是攻啊。为什么？啊，你有夜蝶了，快点看！哇哇哇！谢谢。我按灯了。哇，我也要！哇哦，我也要！啊，我不要，快快点，都送出去！啊，不要！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今晚洗掉，洗掉，洗掉！有嘞，他很爱你，甜甜。哇，突然，我觉得他这个灯很诡异。哇，又有了！他想让你再甜一点。夜蝶悄悄的，今晚相遇这里。
接下来要怎么事情？要做什么？接下来要怎么事情？去抓蝴蝶吧。哒哒哒哒，哎，这是你摸他的美俊，一瞬间有一点瘦，真的吗？嗯，美俊很直，你看我很直吗？因为你刚刚这样很直，真的好直啊！悄悄的来到隐蔽之地，接下来做什么事情？我很害怕，我很慌，我要逃离这个公园。哇，他们说第二个夜蝶是送给你的呢。我，但是这个直播间不是小毛的。哦，提现鸡腿也没办法转给他，所以就变成我的了。嗯、你们不来我直播间，去甜甜的直播间，肯定就是甜甜的粉丝啊！你是不是傻？美君不要害怕，他是故意的。他是不是你的粉丝？不好意思，让你看到了，他送出了一个夜蝶给你。没有，好像。是我的吗？是小毛的吗？吉祥三，注意尺度好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们是不是想结束你们偶像生涯了？我摸的是这里呀、啊，这一块。对啊，我摸的是这里啊，锁骨这一块、嗯。我的锁骨是我浑身最性感的部位。不是你没有露出来，我们只能摸到一个大概的形状。真的，25块钱一斤那种感觉。砍掉！砍砍砍砍砍砍砍。15块钱一斤，鸭锁骨，他们说鸭锁骨，嗯，你们吃过吗？还挺好吃的。我吃过鸡锁骨，爸，我这是鸭的，鸡跟鸭差不多。我来摸一下你，它有锁骨吗？我的锁骨，它是锁骨，特别，但是你没有肉，我觉得你应该卖的比美军便宜，就是特别突出。我没有锁骨，没有，我是不是没有锁骨？不会吧？啊，你摸里面吗？里面是 T 恤。真的没有锁骨耶、啊！鉴定完毕。哦、真的耶！哎、小毛没有锁骨。哎，我真的没有很多锁骨呢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我说这，哎，真的耶！你们可能你们是女性，我是女孩。你们是女人，我是女孩。我是女童。哈哈哈哈哈！咀嚼花，咀嚼毒。都把他们抓去坐牢吧，因为我年龄，我年龄太小了，我现在才3岁，你几岁？你5岁？我2岁。啊，你比一定比我大1岁2岁，我是3岁，因为你说话比我清楚，说话小心一点，我们要低调。我要珍惜我的直播间，我真的很害怕我这个直播间会被封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给你剪个鬼畜，让你不会摸骨头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们只是在鉴定骨头，我们只是在。我跟你们说过吗？之前我去博物馆的时候，那个男的摸那个摸他女朋友的头，说：“哎，那个北京猿人的头颅跟你好像啊。”对啊，我们就是鉴定一下，他真的这么说。就那个男的，就我去博物馆的时候，那个男的就摸着他女朋友的头，然后看着那个北京猿人的头颅，说：“哎，这个头颅跟你好像啊。”然后就一边摸索一边跟说，然后他女朋友就白了他一眼。是因为你笑了他？对，我真的笑了，他看到我笑了，所以他不太好意思，很搞笑。我还以为他刚刚，我以为是你说你的头颅跟北京很搞笑。嗯。我刚刚以为听错，我以为是你的头很像。没有没有，甜甜头还好，没有很大。我头很圆。那个北京猿人的头颅好像很大。我觉得这男的可能是个直男。他不是直男。他是怎么有女朋友的？他这样就会被气到的。对，他女朋友感觉分分钟，他女朋友还在笑，他女朋友很开心，又在笑。可能是因为我笑了，他也不好意思打他，感觉。我要睡觉去了，拜拜。啊，你好突然哦！因为我觉得我要去睡觉了，我差不多要睡了。拜拜，嗯，拜拜。今晚已经播了很久了。珍惜我的直播间，嗯，拜拜。我今天我们待在亲吻，而且我是用流量播的，真的。我很心疼，我都不能直播，知道吗？这是我偶像生涯最后一次直播，是在别人的直播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在中心永远直播不了。我也觉得我在中心直播不了。晚安，各位。啊，太慢了。我要笑死了。